兄弟们，我出现了，女神主动约我出来。嗨，你今天真好看。那我平时就不好看啦。不是，我是说你今天尤其的好看，特别好看，就比平时的好看还好看。你是不是也经常这么夸别的女生啊？别的女生。好啦好啦，走吧。今天玩得开心吗？挺好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特瓶超好喝，我去给你点呗。我去看看。哇！哦，对，那边有个露天酒吧，你去蹦了一下，消化消化。哎，咋了呀？其实今天有个事儿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什么事晚点再说嘛，要不我们去玩点别的？我们去看看电影怎么样？或者我去你家住住也行啊。杜宾。哎，咋了嘛？是，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生气啊。其实我要出国了。送到这儿吧，我走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哎呀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哎，好吧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记得想我哦，走啦。你把咖啡泡衣服上了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没事吧？